小子，王妈，恭喜你啊，抱孙子了。这孩子啊也生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许淑萍，妈，话是你自己说的，明儿一早你就带着孩子走。妈，他可是您的孙子啊。这是没什么好商量的。 这男人们呢，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真不知道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。可我原来啊，总以为我阿好命苦，我家不争气的那口子，一直一天到晚吃喝嫖赌，样样都来。现在男人走了，也没那种事儿，我倒是无所谓，哪像你们呢，成天愁眉苦脸的，跟天塌下来似的。哎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是在劝你呢。 没有男人，咱就不活了。说不定啊，那些男人在别的地方抱着别的女人逍遥呢，我们不知道。阿好，哎，你还别不信呢。哎，阿好，阿好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哎呀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啊？王家的媳妇儿啊，生孩子了。生了就生了呀，他又没请你喝满月酒，你怎么不记得了？这孩子不是提早出来了吗？ 那能是金水的？哎，对呀，足足差了2个月呢。哎，那王家老太婆那么厉害，那不把许淑萍给吃了？哎呀，可不是嘛。走，看看去。啊，你怕什么呀？你忘了当初她发毒誓的时候，咱俩可是见证人呢。是啊，哎，走走走走。走。哎，你不去啊？哦，我不去，你们去吧。不去拉倒，走走。 Oh,
嫂子，你别走，孩子还发烧呢。都怪嫂子自己，当初把话说绝了。嫂子，现在先别说这些了，我们先找大夫啊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你这么小的年纪跟着我受这么大的罪？嫂子，静悄悄的，你看这王妈坐着还挺沉得住气的。是啊，哎，你确定淑萍真的生了孩子？我确定，绝对生了。哎呀哎呀，打雷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走什么走啊，戏都还没看呢。那怎么办呢？走啊，进去看看去。哎，不要不要。走好了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走了。哎呀，你看这天说变就变了哈。王妈，我们听说你媳妇生了，来给你道喜的。对，给您道喜的。道喜？王妈，把你孙子抱出来，我们瞧瞧。在妈祖后面前发过重誓，我必须说到做到。可我对金水也有过承诺，我答应他，要替他好好守住这个家。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可以走烧啊，你睡得安稳多了。
孩子才刚出世，千万不能让他再吹风了，赶紧把孩子抱进去。哦。妈，您就不看一眼你的金孙子啊？我不看。妈，妈，你就看一眼嘛，可好玩了。我看不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妈，来来来，让奶奶抱啊。妈，你看，这眼睛，这鼻子，刚哥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老话说了，龙生龙，凤生凤。你看，刚哥长得这么像，你还怀疑不是哥的孩子？我们王家这些人，全一个毛病，专门逆天而行。啊？你呀，早一个月就出事了。你哥更早，不到八个月就急着蹦出来了。那这就是我们家的传统啦。那可不。所以嘛，这如假包换是我们王家的人。妈，你就原谅嫂子了啊。他想待着就让他待着吧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许在他面前胡说八道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妈。好歹，我们王家长孙满月。你把这红蛋剥了，大家分着吃，讨个吉利吧。花开人不回，才到春。
几天秋娟又不太对劲儿，咱们去看看吧，看能帮上什么忙。好，秀玉，照顾孩子。嗯。妈，走。三顺，三顺，秋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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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刚出月子，你在这待着啊！秋娟，你回来吧，再说。秋娟，你不能这样！秋娟，你这孩子，妈，你怎么做傻事啊？秋娟，我再说，你吓死妈了！就算这样，也不能去寻短见呐！是啊，再说不管我了。秋娟，淑萍嫁到小岛后的第六年，岛上女人的命运仿佛永远被囚禁在男人被掳走的那一日，除了漫无止境的等待，还是漫无止境的等待。受到姐妹们的推举，淑萍成了村里的妇女主任，芬芳则一如往昔地干着重活，守着年迈的公婆与稚子，守着丈夫遗留下来的家。至于可怜的林家婆媳林皇氏，总是长跪在妈祖庙里，寄望着大妈二妈能早日将独子送还给他。渐渐的，这个村子有了一个新地名，大伙儿都喊这是寡妇村。讽刺的是，寡妇村里的每一个女人都坚信着他们的男人没有死，而是在海平线外的那一端。徐主任，不管是说一千还是道一万，我这初来乍到的，以后村里的工作还得多仰仗你了啊。谢村长，您太客气了，叫我淑萍就好了。哎呀，这往后村里的事儿啊，还得听您指示。哎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是刚调过来，别说是女人能够撑起半边天，更何况我们村里多半都是女同志。总之，不管是刚成立的生产队，或是海防的女兵队，还得靠你这妇女主任打头阵，才能把工作抓紧啊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的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之前你跟县里申请了一名扫盲班的老师，人员已经指派下来了。下午就来报到，这么快啊？太好了，这样以后村里的姐妹们就能多试点字了，对我们以后推展工作也很有帮助。你下午有事吗？有空的话，我们一块儿去接一接。我现在要去隔壁村开会。这样吧，我下午尽量早点赶回来。那好，你先忙你的，我自己出去接。好，走。好。宋老师，我代表村委会欢迎你。谢谢村长，感谢党的教育。我是一个犯过那么大错误的人，想不到党还是愿意给我一次新的机会。知错能改，那就是好事，来，坐。村长，谢谢。坐吧。我看过你的档案。有一件事，
我不太明白啊。村长，您请说。你不但改了名字，连姓都改了。解放前，我是出生在妓院里的。改造的时候，党把我查出来了。我的生父姓宋，我是费了好大功夫，才把姓给改过来，为的就是挥别过去邱永富时候的荒唐岁月。村长，有件事情我想请您帮个忙。什么事？你说。就是过去我姓邱的事，您可不可以帮我保留一下？解释起来怪别扭的。行，过去的事咱们就不提了，一切重新开始。是，村长说的是。